位于洛杉矶的梵语集团日前举办圣诞晚宴，共庆圣诞佳节。梵语集团的员工、家属以及运营商、独立经纪人约200多人欢度圣诞晚宴。梵语集团创办人胡正国表示，在2017年当中，梵语集团汇聚了坚强的成长动力，集团运营持续稳定成长，稳坐华人人寿保险市场专业领域中全美第一大华裔保险代理商，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。除了我们在南加州已经有3个办公室在开始做全方位的办公室以外，我们未来预计在未来的2年内，我们在全美国选10个地点，我们现在有的办公室我们都要改成一站式服务的办公室，这里面呢包括我们房产、贷款、保险跟投资4个都在全部在一个屋檐下，这样子能真正能做到能让客人能有一站式的服务。晚宴还有美西银行、摩根大通银行、皇家商业银行等当地的银行代表以及知名保险公司代表参与盛宴。梵语集团这次还贴心准备了专业摄影棚，让员工、家人以及嘉宾可以拍照留念。据悉，梵语集团在2017年扩大并正式启动一站式经营平台，旗下公司梵亚财务保险、梵语贷款、梵语资产管理公司、梵语地产、梵语健康保险公司以及格林证券公司首次以梵语集团之名于2017年岁末年中举办梵语集团圣诞晚宴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